攞水教利用行动式学习法学习外汇黄金，学员会透过模拟实习户口进行安全式得分，运用长短分嘅策略，多元化咁发挥你嘅投资技巧。另外，仲会加送模拟走势片段入市训练，助你学习策略体位。外汇黄金孖展投资课程嚟紧有新班开课啦，快啲嚟网上报名啦！留意翻以下嘅开课日期。资财 TV。港股走势话你知，今早恒指方面咧就高开131点，嗱个开市价嚟讲咧就今日最高位啦。咁其后走势嚟讲咧就直线往下，去到10:42咧就见到今日最低位，嗱倒跌翻咧147点。咁啊其后咧有个反弹，不过咧喺度拉拉锯锯嘅啫。全日嘅波幅咧系238点，恒指收市报22,937点，下跌咗咧86点。成交方面咧就减少咗嘅，系758亿。近期去到一啲嘅高位，有啲人咧想點樣做買賣咧？想做個沽空，嗱，做一個嘅睇淡，睇佢跌翻落去。嗱，如果你真係想做個沽空一個睇淡嘅階段嘅，要小心啲，因為始終現在嚟講咧都係一個升勢嚟嘅。如果你真係要做嘅階段咧，有時用期權方面咧比較好些少。嗱，期權方面嚟講，當然要做嘅，就做一啲嘅叫 long put， 買入認沽期權。因為點解咧？喺買入嘅部分嚟講咧 ，long 嘅狀況咧，始終嚟講咧就唔使 call 孖展。嗱，咁呢部分嚟講咧，最大嘅風險咧都係你投資嘅期權金。咁講開期權方面嚟講咧，其實策略方面咧都好多嘅。有時候你有啲馬鞍式嘅策略、納縮式策略、一啲嘅蝴蝶式、鷹式。嗱，不同策略咧用不同嘅市況，有時話大升一個中升一個微升，或者一啲甚至乎咧講牛皮嘅狀況，或者我哋當中咧要做一個睇升嘅狀況、睇跌嘅狀況，點樣減低你的成本。嗱，好多呢啲方法噶，所以期權嚟講，如果大家要做買賣咧，要學得叻啲先去做好啲。咁有時期權方面，如果大家要學嘅，嗱，留意呢個班啦喎，因為期權嘅策略必修班嚟緊咧係8月26日禮拜五夜晚開班噶。如果大家咧想喺期權裏邊做買賣嘅，叫做學得精叻啲先去入市啊。後市變化點樣？我哋先睇翻圖表先。咁啊，今個禮拜嘅股市嚟講咧，就話名升咗170點，嗱，恆指升幅咧170點，咁但係問題咧升得唔靚，嗱點解話唔靚咧？因為呢五日裏邊咧，你發覺咧一日咧就陽燭，另外四日咧就陰燭。嗱，回顧翻今個禮拜嘅升幅先，嗱，禮拜一嘅升幅166點，咁呢度咧係一個陽燭嚟嘅。好啦，禮拜二咧就跌咗22點，嗱，陰燭。嗱，不如留意一下喎，我哋嘅陰陽燭咧係以開市同收市比較，嗱個收市價高於開市價嘅。咁收市價高於開市價嘅，我哋叫陽燭。嗱，個收市價低於開市價咧，就叫陰燭。嗱，第三日嚟講，個大市咧跌111點，嗱都係陰燭嘅。嗱，第四天嚟講咧，有人話：咦，點解陰燭嘅？明明升223點嘅喎。嗱，最重要咧係高開低收。嗱，個收市價嚟講咧係低於開市價，咁所以變咗一個陰燭。好啦，禮拜五都係跌咗86點，亦都陰燭。嗱，睇下呢個狀況先。嗱，當中嚟講五日裏邊有四日。一個高開低收，高開低收咧就唔好嘅。嗱，咁至於琴日嚟講，昨天嚟講咧，依個咧有個射擊之星，嗱喺高位俾人掟翻落，亦都係唔好嘅。咁所以現在走勢方面咧，喺一個頂啊，一個高位方面咧有個沽壓，咁都啱嘅，因為個走勢方面喺差唔多近兩個月之前，嗱依個英國公投嘅階段，嗱落到呢啲低位上翻嚟，嗱個升幅咧已經唔少噶啦。咁所以現在嚟講咧，有一啲嘅獲利回吐盤，亦都正常嘅事。嗱，咁所以留意下呢度咧有個沽壓嘅。咁呢個沽壓方面嚟講咧，應該咧短暫嘅啫。嗱，因為點解咧？成個升勢嚟講咧都未改變。咁呢個沽壓亦都有個優點，俾一啲未有貨嘅人嚟講咧，喺個階段裏邊咧有個所謂嘅入市嘅機會。有時回吐咧，亦都有吸納嘅時機。咁有時話個回吐到邊個位度啊？嗱，留意下喎，回吐方面咧，我哋預翻呢一個咧就叫支持位。好，嗱呢度留意下。嗱，個支持位方面咧係22,324點，22324，咁所以現在嚟講咧，回吐階段就俾一啲未入貨嘅朋友，嗱就呢度咧可以搏下一個嘅入貨，啊咁一個嘅吸納嘅時機，啊咁呢啲有時留意下睇位方面嘅要係，咁另外啦，今個禮拜裏邊會提下有咩股票可以留意咧？好，咁我禮拜你提呢只股票1315，嗱1315呢只股票咧係穩升國際。咁今日嘅收市價嚟講咧，係3.29，升咗咧7%，升幅2.2%。嗱，呢間公司係做咩生意咧？係做建築啦，同埋物業發展。嗱，個市值方面咧，都係193億嘅。嗱，咁市值方面咧，193億嘅。今日成交方面咧，係2,604萬，啊，2,604萬。呢只股票優點，嗱，我哋睇翻呢個嘅加權移動平均線。
嗱，加強移動平均線，依度咧炒高落翻嚟，再往上走。嗱，所以有時我哋話加權平均線咧，好用個簡單平均線嘅，佢個效應方面咧更加好嘅。咁呢度咧突破咗啦，嗱個動力見得到。另外 MACD 睇睇先，嗱 MACD 一個嘅指標，嗱 MACD 嚟講，現在嚟講有個咩狀況咧？係一個紅牛信號。嗱，主線方面咧喺零嘅樓下就紅嘅，呢個柱狀圖咧喺零嘅樓上咧就牛嘅。咁不過呢個紅色咧，漸漸咧去到零嘅樓上噶啦。嗱，咁呢度咧爭些少。咁如果真係去到零嘅樓上，我哋叫雙牛信號。咁個動力方面咧，亦都會大嘅。嗱，所以 MACD 暫時嚟講咧係紅牛信號，不過有機會咧可能會突破到一個雙牛信號。咁呢個都係正面嘅狀況。咁所以呢只股票嚟講咧，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啦，1315穩星國際嘅股票。好快咧，一個禮拜啦。同大家回顧下今個禮拜裏邊環球股市表現先。恆指方面，禮拜五收市22937點，一個禮拜裏邊升咗咧170點，升幅有0.7%。國企股方面咧，禮拜五收市9606點，一個禮拜裏邊升咗51點，升幅有0.5%。上證方面，禮拜五收市3108點，一個禮拜裏邊升咗57點，升幅有1.9%。美股方面，道指禮拜四收市18598點，頭四天咧升咗21點，升幅0.1%。咁日經方面嚟講咧，就禮拜五收市16546點，咁一個禮拜裏邊跌咗咧374點，跌幅咧2.2%。嗱，今個禮拜裏邊咧，你可以話個走勢方面咧都冇乜一個單邊嘅方向住，都係一啲上上落落狀況。咁大家做買賣嚟講咧，小心啲，因為喺高位方面咧橫行嚟講咧，大家要小心嘅，因為驚有個轉向一個嘅掉頭嘅狀況。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，拜拜。